大家好，我是艾丽，我是凯丽。今天我们带来的玩具是什么呢？哒哒！啊，我最喜欢的拉面，我们快点吃一下吧。可是这不是吃的，这就是吃的，你不让给我吧？不是，那你打开来看一看吧。行，没问题的。好的，那凯莉亚，你告诉我一下这个怎么玩啊？你看这边有一个标志，它是往左边转一下啊，这样打开的，这样打开啦。快点给他们看一下。打开了以后呢，它就会有一个小章鱼丸子一个，然后一个板，就是我们马上要用的一个板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章鱼，小章鱼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赛用的卡片，卡片有几张啊？一共有，好像是我们谁先得到五分，谁就先赢了啊。所以说，好了，一二三四，四个是吧？那这个应该是这么打开着的吧？对，我们现在先把它给摊平，就放这里，放在这边。然后把杯子放在这个上面，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赛了。那就比赛，怎么比赛呀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然后呢，就那这个卡呢，怎么？这个卡片的话，就是我们先放在这边，你不知道，然后我们把它给洗的，放在这边啊。那你是说先石头剪刀布来选一下？对。OK， 我。然后我们自己抽牌。OK， 我明白了。那么凯莉，我们快点开始玩吧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输了，你先来。我先抽了啊。章鱼的腿要面向我。你玩过吧？好萌哦。是真的是第一次吗？好，那就我来的几啊？数字一，那就艾丽的是这个是吧？这里啊，你笑什么呀？我赢了，什么赢了就是 OK， 好，就这样，石头剪刀布不 OK， 我先来，咚，几啊？二，那就我放这个后面是吧？进得去，你说什么呀？那就。你了，二，两分，两分，我要进了的话，这次就我赢了。你赢了，那不可能会赢的，这次不行。呀哈 ，OK， 好了，我有机会了，讲解大石头布。我输了，你，哒哒，1分，1分，我还差一个。啊哈，可以了，艾莉又得到了机会哦，那就。一，这次可以。怎么不行啊，艾莉？给我啊，给你。1、2、3+2，5分，我赢啦！那凯莉，你想要玩哪个？我刚才你问我，螃蟹有几只爪子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想先玩这个。行，好的，没问题了，来吧。那告诉一下凯莉，这个怎么玩呢？把年糕，这边有年糕、鱼丸、骰子还有鸡蛋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上去，我们就赢了。好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中间有一样东西掉下去的话，那我们就输了。OK， 好了，那没问题了，那就放几个呀？游戏是两个，但是我们可行？好的，那就现在开始吧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你来，先上。怎么办呢？就剪这个上面吧，两个，往那两个，我可以看。赢了，艾莉就是赢了。OK， 好痛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对不起你啊。OK， 对，好了，那最后一次了，那现在呢，1-1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那我来先来。该你啦，该你啦，该你啦！
我只想搭一个。哦，搭一件也不动，一个九个，一个，你放一个？对啊。我太有贪心的啦，不行了，这次也是你来赢的。所以说，还是给你带回家。带回家？那我带家。OK。反正这个也是给你修了。OK。恭喜你啦，恭喜你。给对哦，三分。然后呢？就是谁最后这个谁赢了，谁就是赢了。怎么样？这就是公平的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吧。行，这边有一个游戏的板，就是我们等会儿要用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些很多好多好多螃蟹，朋友们，这边还有一个骰子，然后谁先把这些螃蟹落上去了，谁就先赢了。啊 ，OK， 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了。然后艾莉，我知道你喜欢黄色，把黄色拿走吧。格兰，你是我的朋友嘞。好，你先开始，你先开始吧。我先开始。OK， 我让艾莉先开始。行，那就把这个。那给你一个。他是拿走那一个了，那就怎么都没有啊！我去，减一呀，一，我扎上去一个。好，那就我来啊。二，两个掉下来了，你就拿走。好冷的。二，不是。好了，哦，你好厉害哟！那我来。我觉得你要掉了。两个。哇！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输了。今天是我运气真的很好，我现在非常开心。对啊，我怎么一个也不能赢呢？回去请你吃饭。好的，没问题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哎呦，这次输了，反正没关系的，那下次我应该会赢的。好，我们期待艾莉下次赢我。你这次是零。好的，没问题了，那就我们到这里吧。先恭喜你啊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和跟凯莉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，我赢了你。好的，那么下次我和凯莉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，跟大家见面，再见。